哦，弟弟，你冲太快了啦！买牛奶，划去牛奶区哦，弟弟。哦，瞬间跑不见。弟弟，你速度太快了。来买牛奶。你要买哪一个？这瓶，小瓶。买这个吗？啊。然后等一下还要买蛋糕。买蛋，为什么要买蛋糕？你自己拿，你要买你自己拿。什么？要买还要买蛋糕？你要直接，你要不要看一下你要买什么蛋糕？你不要直接挑，啊、因为不是每个蛋糕都是你喜欢吃的。啊、你先把蛋糕放，你先把牛奶放回去，啊、牛奶放回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样很重啊！你挑好蛋糕，你再来拿牛奶就好了。啊、对，很聪明。那个哦，那个应该是，我看一下哦，北海道乳酪蛋糕。乳酪蛋糕我喜欢。你喜欢你就直接拿了、哦，你要看价格，那多少钱？79。好啦，你要不要买这个？弟弟，这个特价，这个79，这个很好吃哦，这个是黄金青乳酪蛋糕。乳酪蛋糕我也喜欢吃。好，那你就买那个吧。这个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原来在哪里倒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